文老爹赶电玩。哦，我现在这边已经越来越靠近我们的资源州了，一步一步往里面打、哦、这是我本来的地方哦，这边的土地我会慢慢放掉，因为这边有一些等级比较低的土地哦，慢慢的要往洛阳这边去移动啊。老爹的阵容现在是鲁肃、陈普、孙权跟周瑜哦，我的最大兵力来到了30800，算高吧。这是我第一队，第二队张飞、赵云、关羽啊，我没有刘备哦，所以就只好放华佗了，华佗啊。第三队曹操、司马懿、大乔、小乔，我暂时是这样子配的啦，还行吧，应该还不错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这次我们要来抽我们的司马懿，来一发入魂啊，没关系，两发入魂也可以，靠腰啊。司马懿，愿是臣意共济。这个刚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曹操哎、欸，司马懿你来不来啊，我的天啊，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中？终于中了！哎呀，抽到我要的司马懿了，孔雀羽扇还是这个巾帼束衣哦？要换哪一个、啊？免疫老爹之后再研究看看。那么这次的联动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王者天下联动武将，说大家到底强不强？你们有抽吗？江族是一定要抽的，是不是？连队三人将能赢刘关张，真的假的啦？专武很扯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是一直很想要把我的刘备抽出来的，三张都要两张 ，OK？ 我们尽力好不好？好，再购买十次赠送橙色武将。我们先来免费抽一次啊。关兴，哎，这关兴长得蛮帅的，还有九次比较便宜的，是不是？来，羌族，这次是最强的，哎，这样算好运对不对？他这个保底是一定是王者天下的角色吗？不一定哦。好，轻轻松松啊。怎么可能？我最近已经转成欧洲文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现在还要信，来七七八八不要九，信来一张。哎，五抽有四张是紫色的，这合理吗？中了，这个很难抽吗？这个有很难抽吗？所以我们只要再一张河鸟雕就结束了吧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再按一次就结束了？好，来，不会这么好中吧？继续。好，这次保底了，七七八八不要九，河鸟雕啊，不是啊，谁跟我说这个很难抽的 啊？好，那这样子我三张都有了，还要抽吗？还是都各需要拿专武啊？现在抽中三连将，一定一次拿专武，要再抽三连将。OK， 好，来，好运好像结束了，还是我们就到这边就好了。好，再一次保底啦。易如反掌的，哎，这样可以吧？40等要拿去解战法，是不是 ？OK， 等一下，现在7:30了，我们先来打成一下，等一下继续抽，来，
哇靠，大家都进光了，干，等我一下，靠呗，干，这么多人在打，我点不到啊，干，这是我第一次进攻城堡，哎，这些都我们工会的人哦，老爹你太狠了，这运气，是那个文老爹吗？文董卓今天开抽吗？交给你了，韩国 boy 被吓到不敢说话了。好，大胜！我才十二十五只哎，这个还蛮好打的嘛。好了，就交给他自己去车了吧。我们来抽卡吧。哦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好，再来。我们现在还差。哎，攻下来嘞，轻轻松松。哦，我们联盟实在太强大了。你看这个韩国 boy 都不敢讲话了，回到我们的主城，继续开抽，陈将有，哎呀，又是马云路，好保底这一张，给我一张，信啊，信，又是这个枪主，哎，怎么办？我这一只不是有三只了、哦，哎，一二。哎、欸，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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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差信嘞，我只差信嘞，是枪会，枪会 ，OK， 来摘一支信，摘一支信，老婆我要信，喊起来，靠腰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河鸟雕多一只啊！天哪，如果差一只会很呕哎、欸。信。妈的，为了这个信，我希望这一队强一点哈、啊。信，马云路，你来干嘛？信，保底了，各位观众，就是这一次了，就是这一次了，满装五跟满角色，就是这一次啊！信信信，中了！哎呀，那我最强队伍应该组出来了吧？我再也不用抽刘备了吧？哎，告诉我怎么组哈，不要很烂哎！再跟我提到刘备，我跟你拼了！这三只还可以再配一只哦，要配什么？好，我们先放一只诸葛瑾了，好不好？补血用的，盾车随便塞了啦。好了吧，这样没问题了吧？诸葛瑾没穿，靠腰。诸葛瑾随便塞好不好？刚组好的队伍，我们来刷一下六级地。哦，大胜哎，十二级而已哎，干，这一队太强了吧？看统计，回放，大乔放河鸟雕的专武 ，OK。干，对面是六级兵哎。直接轻松碾啊，直接轻松碾啊，刘备放不进去，统御值不够啊，这简直就是打小孩哎、欸！我才刚抽到的角色、欸，这么夸张哦？不需要刘备啦，七级地不用侦查啦，直接碾啦，什么时候还在侦查？战损高一点，也成功嘞、欸，又是大胜哎、欸！七级地耶，太嚣张了吧！七级地，七级地直接碾过去耶！干，来八级地 ，Go！ 来看清楚啦，二十级的英雄，能不能直接打赢八级地？打赢啦，险胜啊！不过八级地耶，我已经放弃我的吴国队了、哦、太强了，真的是太爽了。OK， 还是很猛啊！你看我的河鸟雕一直在输出啊，帅！哈哈，好，那么三国之奇谋天下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了。